啊，乌兹还行不行？乌兹永远啊！乌兹，他没有打过弹弓，我受不了了，被两枪头，妈卡巴卡。那只能说乌兹确实这种情况下不太行，运气不好，不一定有。队友能不能特意给点支援？这个时候侧翼给了点压力，可以，也哎呀也没掩护住啊，就对方直接从正面冲进去了。这波其实 XLG 冲的还是很大胆，但没有想到打出了这样的效果。这个AK是真的不擅长啊，没枪头的这个 AK。 我看了一眼，这枪头上没东西的。是的 ，AK 这靶场识别落后，比如他子弹飞行速度，就大家同时开枪的话，如果对方死了，那你就不会受任何伤害。风风好像打了一个，就是贴这个掉了，刚才埋伏在侧翼的那个选手也没了。是的，这个靶场被这样抢下来。是的，这个确实意想不到，全是背身 KRG， 哎呀，看到了，反打，呜，一个摇头枪法干倒一个，这个时候撤回来加个血吧，一插一枪，漏了，原地有枪线，哦，救大命，但是没办法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KRG 目前也是一个全勤的队伍，是全勤就是指，积累经验嘛，能多打肯定是有好处。是的。 远处胎全给你修没了，三个队伍，这才三圈哎，这个节奏来的有点早，还是说最近联赛就是比较，哦呦，山头被打了，17这边是绕过了烂飞机，直接开到烂飞机前面这个坑吗？他是从那个双防直接扎到这个位置来的，哇，这波也太文化了，关键是有一颗手雷扔回来炸到了自己的队友。 他扔了颗手雷弹回来了，炸了自己一点血点压力。把速九这个位置，这个手雷互扔，哦，漂亮！速九，自己留了一丝血没倒，这一丝血太符合，很关键，很关键。对方手上是拽了颗雷的，这样天霸一下就尴尬了。哎呀，原点点了一枪，但自己这边被两个被一颗雷炸到两个，一雷双响，近点倒两个。 哎，踩火了，拉出来没有掩体，秒掉。李构斯也是大残，一丝血跳一下，哎呀，直接被补了，哎呀，这堂弟弟这位置正好是帮不到忙的。翠奇这个小跳确实是给了李构斯很大的机会啊，李构斯就一丝血的，他应该是以为李构斯在更低的坡，所以构斯是趴在地上的，他想跳起来看一下那个草后面的。这是风的闪，啊，他为什么不？ 这种情况下，我的评估是，可能是队友喊他说先别救，他说封个烟，但是没有想到封的是闪，就是先封个烟再救。但是因为倒地的人其实是最能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救的，打到这个圈已经不可能绕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从这个马路穿插过去，直接去顶防空洞？这个可以，阿伟的奇思妙想，可以，确实是可以，是吧？修脚大师，一枪头。 马云龙被点倒，来抢烂飞机了。天霸要再接一架，只剩堂弟弟一个人。是的，哇，堂弟弟，太快了！这个枪再拉出来打，抓 timing， 被闪到了，这个被闪到了。体验枪有没有？哎呀，可惜。这波打赢了就得叫你堂霸了。他这波是冲到自己的闪光弹上面了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我看到，因为但黄志龙也扔了，瞬间被闪到了。是的。 112反打哦，这是原点，原点的枪线是被打背身的，原点对枪，呜，这个 AW 声音啊，应声倒地，啊，现在栓狙真的是用的越来越多了，还是个四倍镜，其实我觉得一两百米这种距离，四倍镜的手感是很好的，正好，主要开镜也会快一点，是的，是的，但四倍镜的这个瞄准基线是真的看得让人有点难受。 是吧？哎，我还挺喜欢这个红色的。我喜欢那个六倍镜的十字，就比较直观一点。Forever 打倒了萨萨，这个萨萨是被收掉，左子轩被放倒。哦呦，嘎德维被连打两枪。无锡迪西摸了上来，现在要跟 Pero 在飞机坑格斗吗？隔壁牛 Happy 摸过来了，三个队伍，哇，CMA也要往这边走。小左上来直接被连打带补在前面，全部电倒啊！
这里就互相换分了，互相换分。这是被打残了，然后电倒吗？是的，应该是的。啊，动不了这个位置，一个手雷空爆，只剩 ZGG 了吗？这个舞台不是很大呀。有两个人，有两个人，嗯，还有一个人在靶场靠里面。啊，还有还有，黄之龙也被放倒。是的。啊，这边周平正面。现在四个人打你三个人，你就更难打了。是的，起身瞬间压成一丝血，直接切红点往前走，不给你打血的机会。哇 ！TMA 趁机过来想要摸一波，啊，应该是清理场地了。但是 New Happy 这波如果能救起来的话，还要打一波。但 New Happy 现在手感跟气势都很强。嗯，是的，他们摸起来的话还是四个人，而且周平也是埋在近点的。对。好，一直没救啊，他这个是没位置救吗？再救了，再救了，嗯，啊，救起来了，救的有点慢，但是 TMA 也没敢往上压，主要是怕 TMA 顶上来。嗯，是的，哇，这圈北刷刷走了，那牛海兵应该也要换分了吧？换分了，这下山肯定毛的搞了。是的。哎，雅痞被点倒，这可能是牛海兵的一个给牛海兵一个信号啊。是的，牛海兵，已经被补掉了这个人。是的，这个信息吃到应该要有动作了。明明在往右边拉。是的，正面压力很大，就往右边拉会不会背身挨气摸过来了，摸掉一个，但是幺二出枪打了一个，这个牛海比怎么都要顶了吧？是的，这波 TMA 腹背受敌，牛海比不顶说不过去了 ，Cobra 原地一趴，哎，背后来人的，这可能是正面牛海比给的压力也太大了。是的，牛海比顺势往前压，牛海比的好处就是敌人都在一侧，在清人 ，TMA 直接被淘汰夹住了，牛海比打 A 七，哇，坐收渔翁之利了这波，但是。没拿到什么分数啊，清空战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一颗手雷，这把分数就拿的比较少。他一直在打，但是没投，全被刮。对，是的。然后岩烟右侧往里顶，然后直接把厕所的位置逼走。是的 ，Spaceman 一看知道，这个闪光弹，说实话，没事没事，无伤大雅，无伤大雅啊，清了一下没有人。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很好的支点了。是的，整个厕所平台都处于牛海比的控制，这是个吃机位啊。是的，然后下一步把车挪回来，保一下载具啊。哇，周平还扫了一个，哇，这拉出去一秒钟扫倒一个，然后再往右拉。他现在看得观察，不还要往下清？幻神带雷来了，幻神带雷来了，这个地方由幻神来破点。原点108出枪了，108作为独狼来讲，这个分 K 的。两分啊！好的，这一两百米肯定是能听到的。牛海皮好像没注意，摸过来了，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哎呀，这个纪律性看屁股的人永远在看屁股。哦，周品言又是一波跟明明的配合，扫倒一个，这样的话反身要清，这波肯定是要把屁股清干净的，血都不打直接往，能不能够立功？欧米伽也来了，只要打掉一个，明明也被放倒，这一波往后压是出现了问题，楠楠也倒了。哎呀，牛海比这波往前压是遭大中，没有办法，因为 XCG 是趁机摸上来的。是的，前后夹击都想吃这个分数啊。听说你是牛海比是吧？咦，有一波扫射啊，最后还是由911打的这个头啊。是的 ，SMS 这把防区又再来911再次突破啊，但是自己被点掉了啊，人还是太少了。这个蓝圈已经收缩到了，救完人之后要赶紧此刻石头，我觉得蛮关键的。是的，我连两倍进 SKS，被一枪点倒，哎呀，双狙立功了，再来一下啊，这枪没打到，啊，嗯，空气墙吗？的那个位置就在头顶啊。是的，哎呀 ，SMS 是被率先淘汰 ，XG 3-1要吃鸡了，哦，恭喜。